陈 K 推送的第三位选手，我叫陈龙，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流行歌曲，叫做《明月天涯》。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可不可以借用一个道具？对，是一张椅子就好。请大家安静哈，我们需要给一个安静的舞台给我们的选手。手难，雨尽随风如潮，出手迎狂澜，回首将三生笑皆醉了。远风几乎回首，天地渺一骑满踏歌至长安，灯影泛秋城暖，满座轻叹寒，孤影散红人寒露云染，为此间江湖年少，偏来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轻轻快马，红尘未破也无声牵挂，只恋生杀，嘴里轮到心事讲话。流伤后命运转而成江湖，这多有两三相逢皆恨晚，檐上霜窗点月为我留一盏，过江南踏天山不曾还。剪影片雪光寒，似对影似弦，说书人笑我几捧烟如蝶，变成血如明月，今月别时缺，倒不如一拍案如甘愿，为此间江湖年少，偏来纵横天下，恩仇成轻轻快马，红尘未破也无声牵挂，只恋生杀，嘴里轮到心事真话。浊酒月下千杯醉，笑观天下风云事，请天下人。好酒，再来一壶。为此间江湖年少，偏来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轻轻快马，红尘未破也无声牵挂，只恋生杀，醉里轮到心事真话。转眼到江湖年少，不然世事繁华，是敌是友不堪一战罢。可可怜可怜，有心与我斜斜轮差，梦里一场明月天涯。谢谢陈龙非常投入的演绎，谢谢纯 K 选送。当你扇子打开的那一刹那，我想我们所有的评委老师的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掉下来了。
今天总算把扇子给打开了。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张凳子要在台上呢？你用到了吗？对，刚用到了，其实是那就是一个合格的道具，没有多余。是想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像是古时候的石阶一样，就是可以一只脚踏在上面，然后有一个举杯豪饮的动作。特别爽，特别爽，非常谢谢。你平时也是这么穿吗？我希望可以这么穿，但是没有经费啊。纯K听到没有？有没有经费？给赞助，行。好，首先啊，对，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然后我要感谢一下齐彤先生，陈 KTV 的齐彤先生的服装赞助。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啊，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了。谢谢，谢谢。那这个应该送给他了吧？必须的。OK， 好，行。那我们听评委点评一下。我要赶紧说，不然一会儿我就忘了。大点，closer。首先谢谢你的服装还有你的道具，你这么认真的准备说明你很重视这件事情，而且你也想告诉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入到一个这个年代的这个场景中间去。这是哪个年代？这个其实就是一般这种古风的话像是比较偏盛唐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还饮酒，一个独自高歌饮酒那种狂放的样子。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的音乐是完美的完整的，声音和技巧上有瑕疵都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在你这个表演中间所有的其他的小瑕疵我可以先不讲声音上的，只讲你表演上的。你既然已经穿了这么好看的衣裳，告诉我们你是盛唐时期的一个浪荡公子， OK， 那么你就不应该是站在那里晃来晃去，起码是有很儒雅的气质，立住不要动。好，你的扇子不要在那抖了半天以后再打开，你可以背对我们在最后一刻再打开，这样就会帅很多啊。然后你在不唱的时候也是挺直的，你的身体可以成45度角，因为你这个服装可以这样子，不要一直在那晃来晃去。好的好的好的，定改进。非常中肯的点评。来，我就讲两句，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用一些肚子来唱，多用肚子底气来推这个，因为是很豪放的歌声，你应该一个第一句第一个字一出来就有一股力量出来，而不能柔弱的慢慢上来，好吧？对不起。谢谢肖老师。然后李老师来。我觉得你中间那段说话那段气反倒很足啊，非常的好，而且你每一次都给所有的观众以及评委一个悬念啊，上一次拿一个扇子不打开，这一次放了一个椅子，但这次你成功了，踩了，我看到了，你踩了。好，行，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点评了，请评委老师亮分好不好？那个95.5 96，赵芳老师95.5，夏老师96，李老师96.5，李友95.5，我们Martin 是96分。谢谢我们的评委老师，谢谢陈龙。谢谢。